还有上湖国小的叶校长，上田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梁，梁校长哦，梁慧佳，我没有忘记，瑞元国小的，对，蔡淑勋哦，蔡校长，来，对不起，瑞堂是彭校长哦。因为难得第一次穿狮子的衣服哈，我们上田国小的郑淑川郑校长，校长哎，相机问题了，没关系，虽然你不是女的一样，你要来陪三位男生，还有我们现任救国团亚美市团委会的会长显隆基显爸，他一定要上来，他是从香港过来当会长的，来欢迎我们的会长，也请上台。这边看到。校长，对不起哈，还有哪一位校长没有邀请到？我这里实在是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人太多了哈。还有没有邀请到校长？好，来，我们尽量靠近哈，尽量靠近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市长夫人，我们所有的手都握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场我们的 TVBS 我们的三立我们的中视华视三台的记者都准备好你们的相机。好，我们现场一场一起唱一首歌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会唱的大声一点哦，预备起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好像都会只唱第一句。好，我们给我们的贵宾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他们哈。刚刚报错名字的校长，再一次史尼玛塞，对不起哈。其实我们都认识，因为太紧张了，第一次穿狮子的衣服哈，第一次掌麦克风了，比较会紧张哈。好，给我们的所有人，我们的市长、市长夫人、我们的徐秘书、所有的校长、我们的会长，再一次的掌声，谢谢他们。谢谢。当然，更感谢的是现场所有的人乡亲一起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么美好的夜晚，在母亲节的前夕，感谢各位啊，我们。来，请回座继续欣赏我们的节目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太多歌，你要不要帮我倒一点？哦，好嘞。